欢迎收听，今天我要介绍 DTM386， 一款手持式薄电阻温度计，以其卓越的测量精度而闻名。它非常适合低温测量和需要高精度的应用。DTM386 具有内建记录功能，可存储多达16000个数据点，非常适合长期温度监测。用户可以通过 USB 轻松下载这些数据，并在电脑上查看详细的温度图表和数据。在测量规格方面， DTM386 的测量范围为100至赛是400摄氏度，或 148至752华氏度。它具有 PS 0.05 加 0.1 摄氏度的精度和 0.01 摄氏度的解析度。该车使用 PT100 四线传感器，符合 IEC 751A 级标准，确保可靠和精确的读数。传感器精度为完胜 Snapfries 0.15 摄氏度。DTM386 的其他特点包括最大和最小记录功能、保持功能以及30分钟后自动关机功能，以节省电量。温度计还配有背光，以便在光线部的条件下轻松读取。过亮程指示功能 Monofunctional 会在测量超出范围时提醒您，并且还有低电量指示。测量棒的金属部分长230毫米，适用于各种应用。感谢您的收听。DTM386